好啦，更新完啦、啊，真的这是哎、欸，哇，哎、欸，油门反应变快了呢。之前哈、哦，我从台中开回来的时候，有一点空空的感觉，浪浪，你知道？现在整个开起来觉得，哎、欸，像法拉利，不是，我可能做不到。我跟你讲，现在开起来哈、哦。感觉就像是这个开车开手排车技术比较好的人在开了，开没扛灯，就是离合器放的比较顺呢、欸。哦，哎、欸，哎呦，这油门的反应有感有感，还不错哦。哦，所以其实它这个前后哦，就是韧体，哎、欸，它对重点，重点无收钱。哎呦，免钱，赞哦，好不好？开这个车的13年以后的13到16年的。因为听说他这个16年的时候哈、哦，原厂有做过一次的这个升级改善变速箱的部分。那因为你13到16这个区间，你如果没有原厂去做这个更新的时候哈、哦，你开起来就像我在台中开回来的时候一样哈、哦，你会觉得说是一个技术比较差的人在开手排车，他那个就是你感觉有时候会觉得说那个离合器都含掉哎，你知道，啷啷啊嘞没有。紧实的感觉，夹得不够紧的感觉，那油门反应也比较慢。那现在升级完之后啊，哦，整个油门这个动力哈、哦，有随传随到的感觉。有呢，有啦，吹了夹，吹了夹，差蛮多的，我觉得差蛮多的。这个更新这件事情哈、哦，如果有车主，你是这个车的车主，你一定要去做，要记得。Hello， 大家好，小师又来了。哎，不是，现在已经改名了，现在叫做。老师推车好不好？不是老汉推车，是老师推车。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这一台去台中买回来的补教界名师的2014年的 Cobra。那它的新车数据我们就放在旁边给大家参考。那当时有几个等级哈、哦？55万、57万、59万跟66万。那今天我们把介绍锁定在66万跟60万的差别。我们现场这一台是这个当初60万的这个等级，60万跟66万当时差几个东西，第一个定速，第二个荧幕，好，就是影音系统，那第三个就是轮圈的尺寸，一个是14寸，一个是15寸。不过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一台，它虽然是60万的等级，但是它也加了定速，加了荧幕，也换了15寸的铝圈，全部都是选配升级的。它的功能性已经接近66万的等级，所以这一台大概跟这个66万等级的只差了一些小东西啊，上面自动头灯。跟66万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66万的有电动后尾门，我们现在现场是没有电动后尾门的。好，就差了一个自动的开启的启闭的头灯跟电动的后尾门。可是我告诉你，我之前做节目，我本来想要找一台车来改电动后尾门，所以我就去材料商问这个电动后尾门的这个马达机构的价格16000块 ，CoPlus 的。后来，因为我们的 YouTube 浏览率不够，我没有预算花16000块，所以我就把这个企划案搁置了。我要去找更便宜的东西来改电动后尾门。我本来是想用 CoPlus 的马达电动机构来改，没想到那么贵啊。反正我们这台没有，所以呢，身为一个专业的二手车商。就必须要告诉你，不要买有电动后尾门的，因为坏掉修很贵，好不好？买我这台就对了。安尼干对？你假赛。那我们接下来呢，带大家来看一下这台车的里里外外，简单的带大家来看一下。走，处理了。啊，刚刚还有一个忘记讲，其实它只有60万跟66万的有 iKey， 那我们这台有 iKey， 我们是第二等级，可是66万还有前雷达，这台就没有前雷达。好，看一下里面。哦。扑鼻而来新车位，好不好？不是海鲜味哦，是新车位。刚好有人会问说，我如果190公分以上，到底有什么代步车适合我？因为很多吼脚会给到韩德鲁，不会不会。小时180，号称180，好不好？我帮大家试一下。那首先我们把这个椅子打到最低，它方向盘打到最高，对不对？因为怕那够卡大坡的，怕卡对跟韩德鲁夹做会。那你如果是190公分，哦，这样是最后面的。哦，我的手完全是直的啊！我如果再高一点，190，脚再长一点，喂，头上面是会有点压迫感。不过这种车哈、哦，还是比起一般的四门轿车，车身来的高一点，
不过我觉得190几应该是 OK 呀，哦，应该你参考了，好不好？啊，再来一个，它也配备恒温空调系统。定速，这个定速也是加装的，因为它原本在66万的等级才会有，它60万跟66万才有 IP， 我们也有。发动，全带助行车。好，跟这个倒车显影啊，然后影音系统啊，导航啊，有无？无，好，没有电视，好，有导航，有 DVD， MP3， 哦，有倒车显影，好。那这台车只有跑10000多公里，这是我一再强调，10000多公里。那还有加装这个抬头显示器，哦，想讲看无，所以，哎，伊这坑音了，我要 diss 一下，伊做完那输出，你拿骂我都亏，我们想要先拎半管啊，这个不要做斜斜的车厂，好不好？拜托，你做较实用，好不？啊是这是被坑上面棒状物的东西，放一根在这边，处理一下，处理一下，好不好？看一下后座的位置。190公分打到最后面后座剩这样，啊，我180来这块后座，哇操！还看拳头，没有拳头啊！我基本上我已经把这个椅子都挤进去了啦。你两个开车开伤紧啊，开伤紧啊，哇，干好近哦，超近的，我可以抱住他的头哎。好啦，你们参考啦哦。可是我觉得他这个Mitsubishi 的车子啊，尤其 Core Plus 啊，有一个蛮实用的地方，我还蛮喜欢的啦。这个，它原厂就有设计一个挂钩，你若买咸酥鸡、好、哦、珍珠奶茶，还是臭豆腐，有诶无诶？我觉得挂这个蛮方便的，真的。我常常在车上找不到挂东西的地方，因为我们如果常常出去亚奇亚买宵夜，你就知道了，你可能会惊车豆、惊冰豆，但是你如果有袋子吊着，它其实是。它虽然会在那边晃，可是其实它不会露出来。这个东西设计我就可以推一下，4公斤 Max， 好、哦，最多只能吊4公斤，所以出去买食物不能买超过4公斤，好不好？啊，这台车哈、哦，还有一个我也很喜欢的地方跟大家分享，这个也是很多小车上面看不到的，掀背小车上面看不到的。这个打平没什么嘛，可是啊，它在这两侧哈都有做这个。好，我现在这个一拉快速倾倒的把手哈。哦一拉，哦，它前面就会倾倒了。Bad year， 它被这个安全带弄到。好、哦，那这边也有一个，一样，我们一拉，好、哦，它就快速倾倒了。这边也有一个 Max 4公斤的挂钩，超棒。到处都能挂显示器，很棒啊！哎、欸，显示器不会挂这边啊，这边也有一个4公斤的，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叫鸟力赛先背车，咱底下。练来练去，我们买了一袋的苹果，靠腰啊，后边走运动会，有无？啊，可是其实我180，我要来这边搬椅背，其实已经有一点深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快速倾倒的把手，方便，还蛮方便的。好啦，啊，其实哦，这就是一台车，哎呦哇，你看高级 LED， 送，送给你，买车教你高级 LED， 很多车主都会去加这有的无的。然后我们刚刚讲哦，这台车还有一个配备，就是它的铝圈哦。它如果是这个相对比较低的等级哈、哦，铝圈应该是175/654。可是这一台虽然是第二等级60万的，它也选配了把铝圈改成185/55，比较大，比较耗油，但是较窄，哎，比较稳定。好、哦，这不用讲了，大家都知道，好不好？也有很多人问我说，那个把手拉了会趴下去有没有？啊，再拉一下会不会回来？不会，拍谁哈？你要把椅背弄回来，还是要来这边？啊，注意不要夹到安全带，好不好？哦，你也是得从这边把它翻起来，这个不要抖啊。阿伯 ，ISOFIX 啊，一而再，再而三教大家，但是我们还是机会教育一下。好、哦，我怎么发现这一个门曾经有擦伤更新的记录？门皮哦，好、哦、表皮，我指甲哦下去按压，这个是很软的哦。你看啊，我指甲这样压下去。它就有一个指甲印，对不对？哦，很软，这个真的很软。指甲稍微再用力一点，其实我可以把它刮掉，有没有？这就嫩了。我们看相对方副驾的门，这个指甲干超硬的啦。我指甲现在很用力，很用力按哦，一点点而已耶。可是它慢慢恢复，有没有？这就顶的哦，这真的就顶的哦。好、哦，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讲，你不用会很会看车，下次你去看车的时候，你把四个门的这个防水的胶条指甲都去按压一下，好、
那看看有没有其中一个地方或两个地方是特别软的。我说门呐，哈，四个门的胶条都去给它按看看是不是硬的。其实这个是很快速就可以辨别出这边有没有状况的一个方法。很少有机会四个门都是软的，所以你用比较的。你虽然不知道什么叫软，什么叫硬，对不对？你用比较的，同一台车四个门，包含引擎盖、后车厢盖六个地方的这个防水胶，你下去做一个比较，有没有一个板件是特别的软，或两个板件特别的软？用比较级就好。我之前哦，我有遇过一个蛮特殊的例子。我本来以为开 Toyota 的人都是铁粉，可是后来我有台中有个亲戚哦，他竟然从这个 Toyota 的 Camry， 然后换了 Co-Plus， 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在我的身边很难得见到，怎么可能会有 T 牌的去换名字必须的？就你知道他开了几年之后啊，他就赞不绝口。我想来想讲好小，看我跟我前面讲的较好。伊讲我的车，我来讲有够省油的，15-16公里安尼啊，走要20公里安尼，我就爽的。我讲啊，你这车塞了，你敢有修理过？哦，无吼，跟我一家 Toyota 差不多。啊，我觉得说，哎，周遭有碰到什么东西，哦，有人遇到，哎呀，修理个一类的，哇，之类的东西哦，我们这种，我就会把它比较会采纳那个意见。当然还是要把一些因素放进去，比如说干那些人拉上贵博的够掐啦，对不？哦，还是开车习惯本身也不太好啊，那个当然还是要自己评估一下。只是说，我觉得实际的经验是最好的。就像网路公 L 小四瓦后都瓦后，还不如我们的老客户跳出来说一句“金价后”，金价后，对吧？到单。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面的分享经验、使用经验的分享哦，我觉得比较重要哦。我自己本身因为我台中人，我不要说台中人，我半个台中人。那台北台中混血啊？不是，上半身台湾人，下半身黑人。我是混血了。台中哦，我觉得因为天气比较好，好、哦、比较少下雨，这是第一个。有。那天气的干燥对于车况哦，它的钣金啊、机件氧化的速度啊。一定会比较慢。我在路上开，我觉得台中普遍他们的开车比较温和，开车比较慢，这是我的感觉。那第三个就是说，台中不如台北这么塞车，所以走走停停的几率比较低一点点啊。反正你不要在那个市中心，基本上塞车的几率不高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台中比较好停车。哎，真假？你一样，你不要到什么七旗上面。上面老虎城、星光三月五 A 五 A 黑，而且参加很多，有的自己家门口就可以停。而且还有，当然还有加上我自己以往去收车回来的经验。坦白说，我觉得台中无论在车况、钣金上面哦，我觉得买到好车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对，所以其实有点可惜啊。希望哦，台中这个比较认真的这个二手车商朋友们要好好加油，台中有。得天独厚的一个环境条件，对，条件应该是会有不少好的二手车，有没有可能都被买上来台北啊？像我跑去台中嘛，买上来南车北送，对，会不会？可是其实那种地方有时候他们换车的频率，坦白说就不会有台北这么高、啊。你啊，赶快你买去买这个2014年的这个 Fit 啊，你假设一样是新型，因为刚好哦。我觉得他们这个死对头就这样，2014年的时候刚好 Fit 新款， Yaris 新款一起改款，对，大家一起，我跟你拼啊，你做嘛，蹭沙蹭口跟你拼啊，有无？有哦。你以二手车市场来看，现在你要买到2014年的 Fit， 拍谁？这波40万你买不到的，绝对超过40万的啦。啊，你若要去买2014年的迄个 Yaris 吼，免40，但是也差不多40。这台车哈、哦，2014的 Co-Plus， 我们这个当初是这个顶级下来的第二级，这个新车当时哈、哦、是60万的等级，现在在这个二手车市场，大约流动的价格在25万到30万是一个合理的价格区间。比起其他厂牌的小车哈、哦，我们刚刚讲，其实我觉得它算相对 CP 值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因为空间那么有啊，
啊，其实咱讲真的啦，小车开起来哦，差异性真的没有那么大。啊，省油度，官方数据怎么看起来，空话值是比 Fit 比亚瑞斯还要高的。虽然说这个 Fit 哈、哦，它的马力是120，这一台车的马力是115这样子，112-115了，哎，几把掌柜。然后亚瑞斯的这个马力是109，好，看起来差不多，对不对？这一台车的最大的扭力是三台车里面最早发挥出来，它细行蹬，它四千转的时候在15公斤出来。那你亚瑞斯跟 Fit 都是在4300-4600才会涌现这个最大的这个扭力出现。好、哦，所以你如果单就于这个马力跟扭力的关系来讲的话，其实 Cobras 在市区里面相对它的加速是比较敏捷的，再加上这个 CVT 变速箱，我现在更新完之后，这个整个开起来这个轻快的感觉，我觉得很舒服。好、哦，然后相对其他两台车，我觉得它的对于风切身的处理啊，对于底盘的回馈的处理啊，我觉得是比较扎实一点。好、哦，所以其实比起来，我觉得这个车它在市区里面的灵活度还是算不错的。好、哦，那我常常在讲 Fit 为什么它那么贵，你说它车比较好吗？有可能，但是我觉得绝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年轻人喜欢，哦，赶快嘛，哪一台车比较帅？虽然这很主观呐、啊，哦，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年轻人是能够同意 Fit 是比较帅的，对不对？因为毕竟有本田精神在里面，本质。对，那你如果对于一些家庭啊代步用的啊，你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小家庭，甚至你是女性的车主啊，我相信以这个 CP 值价格比来讲，我觉得 Cobras 是一个还蛮建议你入手的一个车子。好，我可以看一下，我觉得这台车最大的坏处哦，就是这个 A 柱加想抽，现在就抽了，再加这个三角窗哦，再加上一个麦克风，完全都看不。不过、哦、它虽然这个 A 柱的有挡到一些视野哦，可是它的前挡玻璃其实很大一片，它把这个仪表板啊延伸的非常的厚，就切咩有无？好，正在等诶。哇，这就切咩有？哦，这里在坑这个物件，你知道？啊，看你是要坑这个盖库家族啊，坑小爱？哎，没啥。哦，还是要坑面子啊，有无？车顶顶咧爱抽面子，敲敲敲，有无？哎。常常要吃东西的时候啊，还是要放一些有的没的啊，这个空间真的是还蛮大的。30的这个不管它从2013年开始啊到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它的引擎的科技坦白说进步没有那么多了。已经说几百年啊，也是在说买卖可杀小，好吧，不要，我不要不能讲，不然会不会搞靠腰的。反正哦，就是说，我觉得它的科技不是很现代化了哈、哦。我们以这台2014年的 Cobras 来讲，可是其实我觉得，好不好？大家车评都很爱讲一句话，该有的都有，有没有？看它到底什么是该有的，什么是不该有的，有没有？例如刚刚看一点西车评中就爱讲，这台车我跟你讲，该有的都有。那到底有什么？什么是该有的？你可以告诉我吗？啊，什么是不该有的？我自己上了这么久的电视，那我常常，我虽然比较少在讲新车啦，可我常听嘛。哎，起码几台车哦，你60万买到什么？买不到什么好东西。哎，现在70-80呢，你知道？买不起。你若做一个上班族，你若上节，甚至你做的是一个业务性的工作，有可能这个月领3万，下个月领6万。好不容易存个10万20万要很久很久，为什么？因为生活还要开销啊，对不？有。你生活嘛爱开钱啊，你一个月3万5万，你要存到10万20万，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哎、欸。啊，我好不容易存到20万了，然后我去付头款买了一台新车80万，再贷款5年6年7年，然后一个月再缴他个8000-10000来还这个新车的钱，还有保险的钱。对吧？阿板不离外靠去 A 掉，无保险嘛，袂使新车呢，对吧？得不偿失，阿、啊、怕被抢走，再保个车道险，险上加险。反正我要表达就是说，为什么我说很恶心？其实70-80万的新车，真的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大家也都觉得哇，自动跟车好棒哦，哦，现在有自动刹停，
哦，我上面盲点车侧哦，上面双区、三区、四区、五区恒温嘿。啊，你啊，一台车空间才偌济尔，是要几区？啊，这一区，遐嘛一区，南郊一区，塔卡一区，对吧？拢恒温。好的。哎，到以后是不是头壳恒温系统？啊，南郊恒温系统。哦，一大堆配备，大家都觉得很棒。可是我要表达是说，今天我们二十几万，那我们好不容易存了一点钱，那买个代步车，载在家人，载在父母，哦，载在老婆小孩，给他们遮风避雨、吹冷气，不要骑坐摩托车危险，对不对？要坐大众运输系统啊，推个婴儿车，买些困掉，嗯，对不？妈妈包、叉烧包，有无？叉烧包啊，再滚堆。哦，那我们总是希望有一个自己的代步的工具。哦，你要看新车，你去看那些车评奖，比我还要专业，对不对？试的比我还要棒，对吧？过弯过叽叽叫，对吧？哦，那我们只是说，小师在这个过程做二手车的过程当中，觉得有什么 CP 值高的，什么特别的，对不对？花少少钱买很大马力，哦，还是说要买什么车，你回来会好照顾？哦，卖被等起哇，家人没载到，跟修理厂老板越来越熟，变麦，哎、欸，越来越熟，大家拢讲我来讲，我对你就好诶，这我给你升级，哎、欸，搞不好其实无歹咧，免开，对吧？所以哈、哦，我觉得跟大家分享啦，我觉得以我们之前讲过 Vios 是你失去热情的时候开的车，有奥比赛奥运的时候哈、哦、得金牌的哈、哦，过了很多年大家都记得，对不对？可是第二名的有几个人记得？如果说是一台很好用，不管在空间、妥善率、省油度、开起来的感觉，好、哦、操控感，上面你要找一个代步车跟价格，好、哦、CP 值高，我第二名其实我给 Cobus， Cobus 一直是我心中的第二名。他、啊、这车做的没有功，我想购买。我刚刚有发觉到一点，嗯、它有数控锁门。靠腰，这马是贝贝哦，很多车没有呢，不要自己锁哎、欸。锁、啊、门啊，合理啊，啊无锁你手捏一下就锁起来啊。卖袂记啊？啊，你有卖袂记爱记的啊？好了，数控锁门啊，数控锁门，那拉上贵宾。气球几颗？两颗啊，两颗，好几能量。2011年之后，基本上一定最少都要两颗气球。你看 Vios 最准的，青菜者青菜呗。Vios 也是2011年哈、哦，2010年底2011年四之后才开始有两颗气球，不然之前哦，你吃卡麦，你不要气球，好高，不可能，我叫民间奥利，前来才有，你没有要耍帅，你就不要跟人家去抢马三，不要去跟人家抢 Fit， 不要跟人家去抢西美，经济带就对了啦，对不？不，这台我不会啊，拍谁？那你人无你业配。赛车卖掉了，好不好？不要留言问我，我们没有在业配的，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你去找别人买 ，OK 啊，很好啊，对不对？你买到车况好 ，OK 啊。我只在跟大家分享说，这台车还蛮推荐大家入手的。什么情形？你万一你来看，你来去接。什么情形？哎、啊，你给他避不好啊！这干娘这双黄线，你给他避。这条是双黄线，你避啥？避中字啊。对吧？条都啊，毛三宝啊。好啦，今天的2014年的新款小可 Core Plus 的分享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喜欢小师的影片，记得帮我们订阅、按喜欢，多多留言加入讨论，鼓励我们做出更多更好看的影片。那就下次再见喽，拜拜。Here I go again. We just keep on repeating. Here we go again. I'm so tired, so fed up of you messing with my buzz. You shut down, had enough. I'm just looking for that rush. I'm so tired, so fed up of you messing with my buzz. Locking eyes, we just touch.Feel our bodies drifting up. I don't know how to be around you. I'm just trying to lose myself. I know that I just can't trust you, but you know me.
上次那一集那个拍卖车的有没有？很多朋友有在问小师说啊有没有代表？但其实对我来讲，我要做代标是很容易，可是我小师坚持不做代标，不是怕你们车买太便宜，而是说我认为现在的这个我们这个二手车的行业，小师希望是你跟我们买车，你是为了要享受到我们的售后服务。对吧？有，你讲，假设你帮我标，我上吼，我给你抽几趴几趴，哦，啊，我买了这台车，对我来讲没有问题啊。但是，干在拼搏不够，没在。都是你讲，假设你不用给我保固，问题是你回去有问题，还是要来找你？你还是会回来找我，嗯，对不对？我嘛是爱插你啊。都是你讲，假设我有问题要给你处理，我不爱插你，我袂去催你，但是。我还是会觉得很奇怪嘛，对不对？你东西是我帮你处理的啊，你虽然不来找我，就很像朋友之间的买卖，你知道吗？那个你虽然你的车卖给朋友啊，你知道朋友坏东西去修，但是他没有回来找你，但是你经由侧面了解，你会不会感觉哪一种？哎，你刚刚怪怪是不是？我买的车不好，还是安怎？对吧？那很拍谁？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不是说因为小师想要赚多一点的钱，而是说我们在提倡的一个东西是说，我们希望你来跟我们买车是为了享受我们完善的检查跟售后服务。